离婚就是相互成全，你放我一马，我放你一马的事儿。离婚就是离婚，别扯那些没用的。我同意。同意就好。那就抽空办了嘛。家里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，你看着办吧。你是不是把我当成收废品的了？我差点忘了，你现在富裕了。我什么都不要。好啊，跟我想的一样。但是，小圆我要带走。什么？小圆你带走？陈桂林，我告诉你，孩子跟你是不会幸福的。你少拿幸福吓唬我。小圆很幸福。怎么的哥，怎么的，这曲子听得太痛苦了、啊、不是，俄罗斯颂赞一般都吹这个，主题就是表现痛苦和悲伤啊。那不行，那老人听这曲子步伐得多沉重啊。啊，是是是，行行，知道了。那啥，你叫老人加快步伐吧。走那么快去哪儿啊？你管他去哪儿呢。来，咱来个步步高啊，降 B 啊，来，一二三走。烧我一段啊！找别人烧吧。哎哎哎，把钱都整明白了啊！别以为管事儿就黑钱，那贪污那帽子不是随便扣的。走了。Thank you.
这给您写的。给您添麻烦了。正好啊。哎，这是给您的护肤品。拿去给你媳妇用吧。她用不了啊，她现在保养呵护都来不及了，不像你年轻貌美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爹，回家吧。小菊回来了，要跟我离婚。我同意了，他跟的是个卖假药的，挺幸福的。他终于过上了那个梦寐以求的，不劳而获的日子。你知道那个假药怎么做的吗？就把那芦果啊拿擀面杖给碾碎了，然后再把那普洱西痛呢也给碾碎了，买点那个破胶囊壳子装在一起。二斤芦果呢兑一片普洱西痛，撑不死人，也要不死人，钱也不少赚。听说小菊回来了，大刘说呢？啊，碎死你了！说他请他们车间所有女工吃饭，排上整挺大，混得挺有成绩啊，能过就过嘛，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把你自己弄好得了，操哪门心？一人日子不好过。你要真离了，咱哥俩就一样了。咱们俩怎么能一样？咱们俩不一样。我是离异，你是丧偶，对不对？能。过去是同事，是啊，他呢想把这孩子培养成钢琴家。想当钢琴家咋的了？也不能半夜点蜡练琴吓唬人吧，把菊老师吓得都不敢上厕所了。实在对不起啊老师，耽误菊老师上厕所了。有人反映咱们学校闹鬼，咱们刚开始还都不信呢，是不？果然有鬼。内鬼。这不都是没办法吗？行了，别解释了，明天别来上班了。老师，这个事儿啊，不怪他，是我，是我想拉着孩子来学琴。这没你什么事儿，以后你们别来了，再来我可报警了。是是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干了就能弹了，干了也听不见声音呢。爸爸不跟你讲过贝多芬大爷的事吗？贝大爷他耳朵就背，他就听不见。他听不见，可别人能听见呢。是吗？
爸爸跟你谈，你也能听见。不信我给你试。过来。安静，仔细的听。要用心，用心去听，好吧？哆来咪，咚，哆来咪。咚咚咚咚瑞咪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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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啦哩啦哩哒哩啦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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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当当当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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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在哪儿淘弄的衣服啊？挺好看的。这演出服。啥时候回来的？我啥时候回来的？你还不知道吗？看你这样过挺好呗。还行吧。比你强点不多。行了。演出马上开始了，有啥事演完出再说吧。我去看小圆了。你来。我去学校看过小圆了，顺便跟老师聊了一下小圆的教育。你教育过吗？你别一说话就抬杠行不？你行了吧啊，咱俩谁不了解谁呀、啊？你十几个字啊，一天穿的流光水滑，你在这给我谈教育啊？你少说我啊！你拿破纸壳子画钢琴，这是良好教育吗？啊！你弄两根破铅笔，弄个破文具盒子，你忽悠我女儿呢？搞感情投资啊！我告诉你晚了。小圆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。别跟我说别的，我现在从德国弄一架最好的钢琴，货还没到，在海上呢。海上还天上？我估计要没有什么风浪的话，这两天就该上岸了。我说你不吹牛能死啊，陈桂林，我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。啥叫好环境啊？哦，跟那个后爹卖假药那叫好环境啊？卖假药咋的了？总比跟着后妈上街卖唱强。别老说那些没用的，我不可能让小圆跟你在一起。这个咱俩说了都不算，得看孩子自己的意愿。别佝偻着，对，姿势很重要啊。哎，你就想啊，这是一首非常美妙的曲子啊。
哎，非常抒情的，哎，慢慢，你那手爪咋回事？跟你说像握鸡蛋一样吗？握俩鸡蛋，你知道吗？手型很重要啊，你这手型也很重要，拉直了，你看看这线动的。你看我给孩子选的这方向，啊，书法，拿根笔呀，弄点纸就完了，又省事又不费钱，就费点破报纸啊。我爹给我起这个名啊，陈桂林，就是希望我能像桂林山水一样，甲天下。呵呵，结果没甲了，弄夹上了，所以呀。我必须让小圆学钢琴。圆梦啊？圆啥呀？小菊要是把他带走了，我还圆个屁！干杯，朋友，就让那往事成流水，把那往事，把那往事当作一宿醉，命运的酒杯抹在呀，装着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孩子上他奶家去了，上我的去不？小圆毛裤也没织完呢。起来吧。我要是离婚了，你嫁给我吧，啊？咱俩这样不挺好的吗？各取所需。你别说，这两天我爹老出去瞎溜达，白天家里还真得有个人，没个人啊。还真不行。那你到底是想娶我呀，还是想让我去照顾你那老爹啊？照顾老人嘛，应尽的义务。那我爸我妈的义务谁尽呢？都尽啊，都得管啊。棚里呢？就你有产业，那杀一头猪呢，挣好几百块钱，日进斗金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不找你，我找谁啊？杀猪也叫产业呀，你快别忽悠我。我跟你说啊，小圆的孩子现在学习啊，那学的是相当好，老师都说了，他前途是一片光明。咱们菜市场后边呢，有一个琴行，但是我整不起啊。但是为了孩子，你整不起也得整，对不对？那咱俩是朋友，那你说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我，你还不帮我？哎，你闲的，你出他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说你有意思吗？别撤！我跟你说，我媳妇老贼了，我把那钱呢藏在便所那水箱里边，都被她发现了。一般毒品都藏着。你当我给你讲故事呢？你编，接着编啊！这起货的当款都上脚了。我要是早跟你结就好啊。现在我们家柴犬呢，完全由我老婆一个人照顾。我跟你说，我每天能抠出盒烟钱就不错了。哎呀，还是你比我幸福。娶了个好老婆。
你二姐夫他们厂子也不行了。那他没合计着干点啥？他们家人不都那样吗？面子矮，撕不下脸来。他木工是大拿哈，姐。他不干呐，他不干我就得多干，要不你说怎么办呢？哎，对了，他那个装修对他来说不是小菜一碟吗，姐？哼，现在装修啊，都找南方木匠，北方木匠只能做小工。他不干，他怕别人看见笑话。你怕笑话哪行啊？你怕磕碜，你还能挣着钱啊？你看我弄个小乐队，在街上连拉带唱的，你怕笑话，你就现在挣不着钱。就是。你这个有机会，我再跟他聊一聊，你知道吗？你首先你得解放思想，你解放完思想才能解放自我。哎，对，以后有事儿啊，你快一块叫着他啊，你快把他解放了吧。全面解放啊，姐。嗯。我给你带了块肉。你无缘无故拿肉干什么？是不是遇着啥难事儿了？遇着啥难事儿了？我们最近小乐队弄得还不错嘛，我过来看看你。遇着啥难事儿你就说，可别憋着啊。行，走了。嗯，不待会儿了。咱啥都偷呢？钱上来拿，你不下来啊？不下来拍呢，你还能生气啊？把钱吐了。想要钱是不是啊？要钱上来拿呀，来来上来。你不下来啊？不下。好，今天还贼疼，害我贼。那你搁那待着吧。你干啥呢？看他害我贼。你想自杀呢？至于吗？拿一方面麻药来坐会儿，至于吗？好，正好你朋友来了，来吧，下来来，来，坐个麻药桌。打麻将，打麻将哈！哎，你下来，你把钱给人家。我不给。你听话，你下来。不下。欠你们多少钱啊？二三十吧。我替他垫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陈桂林，你替我垫了，我也不领你情，你知不知道？行了，你别勒勒了，你丢不丢人？家人看见都磕碜。来，咱就二十吧，他点儿也够背的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让带队的人玩的。嗯，走吧你，走下来吧。不下。别闹了啊，快下来，下下来。不下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有话在这说呗。那咋说啊？这样够够多难受啊。不好说。有啥不好说的？不就是借钱吗？你咋知道我给你借钱呢？都知道了，王康美都跑乡下去避难去了，你知道不？我刚知道信儿，还没来得及躲你就来了，你挺快呀你。你下来。不下。你把刚才我给你垫那二十块钱你给我撇了？我没零钱，我也没让你垫，我就不领你情。哎你，你咋这么赖去？哎陈桂林，你咋这么赖呢你？啊？一帮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啊。碰见你们这帮玩意儿，我倒血霉了！我，对，太对。你去告诉王连生和孙大脑袋，你就。
就说我现在去借钱去了啊！你最好连老婆孩子都藏起来。走走走走，赶紧走吧你。我知道可能不太够，那多少是那么个意思。这事儿你别管。不管我也不能在旁边干看着呀。你揣兜里，拿过去。干啥呀你？行了，你别跟我嘚瑟了。还有谁能借你钱呢？想不明白。下一步怎么考虑的？啥下一步？走一步看一步。那小袁呢？小袁说了，谁给他买钢琴，他就跟谁。真是他妈生的。群班的，你们听说没？铸造厂那两根大烟囱要炸了，定向爆破，要往哪倒就往哪倒啊！炸他干啥？他在那儿不碍事，在这戳着呗。哎，那两根烟囱比我岁数大啊，能比你岁数大吗？比我爹大两岁了，能不比你大吗？那不好多人说呼吁说不让炸吗？又写连城电，又按小印啥的，那给我妈都整去了，二一个。这是要告谁呀、啊？又是写信，又是干什么事儿的？可咱俩烟囱那事儿呢？炸了，炸了！烟囱比楼多呀、啊！赶紧的吧，坐坐坐，就差你一人了啊！来，人齐了啊，菜也全了，咱们开整！来来来，咱点儿买上，必须得买上！我二姐都说了，让你解放思想，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解放自己。淑妍，你今儿把二姐夫给我解放了。那你这事儿找方法了？快点，二姐夫来整一个。啊！二哥，哎，爸，哎，大家听我啊，说两句啊。咱们哥几个有日子没在一起了，能聚在一起啊，不容易。我桂林呢是真心的。今儿咱们一醉方休，不醉不归啊。还是那句话，能喝多少酒就能干多大事儿。咱们今儿喝完了以后呢，争取咱们都干一番。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，累着呢。
学校说了，不追究你的责任，但你们得把钢皮抬过去。有人保你们，走吧。慢点，往里走，小心点，姐，我怕起渴了啊！哎呀，小心点啊！来来来，不怕烫点不？你们一二走。钢板呢？我说这玩意儿真沉的，钢的哈，来拿去。那叫钢琴呢。铸铁翻砂，这不钢板崩钢丝用的吗？啥钢丝？琴弦。哎，举目贴面的，这活干不错。哎，注意啊。给我们来一个呗，给你们啊，来吧来吧来一个呗，来一个呗，就你们这几块料是不？嗯。你呢？喜欢你妈给你买东西吗？来，拿着，走，找你妈去。啊，你少在这气我啊！都是合文，你能看明白吗？你就抢。我怎么能看不明白呢？舒米马维舒迪亚努尼阿诺西卡乔
玛格亚维瓦，阿那瓦吉，乌里那亚帕拉，修诺奇古亚，瓦那阿乌里拉。想这啥意思？想。一个女孩和她男友去约会，一晚上都没回来，她妈就问她说：“你上哪儿去了？”她就说：“她在花园里头迷路了。”你净扯那没用啊！可不迷路。过去咱厂子有一个留宿的工程师，你还记得不？知道，汪工那老有派了，我还跟他请教过手风琴呢。那时候我们这些女工啊，就喜欢在厂门口看他下班，穿衣服都跟你们不一样，喜欢穿一个米色的风衣，还戴一前进帽。虽然这皮鞋吧老擦不干净，但是走起路来啊，特别儒雅。我就喜欢这样的知识分子。哎，听说他吧，为了一个俄罗斯女孩，一辈子都没结婚。我老在每次见着他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身上吧有一股酸酸的，看着让人多伤心的那种感觉。够酸的，我听着牙都倒了。那能倒牙的爱情都是忠贞不渝的。那你接着倒牙吧，我走了啊。你干啥去了？不孩子都上他奶家去了吗？那我也得。我发现你最近怎么那么能装呢？啊？不是我能装，最近不是非常时期吗？啊？啥非常时期？你还不方便呢？你走，快走。哎呦！走，快走。你别闹。得你。带什么鱼啊？没事，你吃完了还有啊。王工啊，这退休以后在家研究啥呢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忙着研究铸造厂那两个烟筒的事儿吗？这炸烟筒那事儿啊，就连我爹那样的他都跟着签名了。联名写信有用吗？不可能听你这几个老职工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是想叫这两根烟筒不被炸，你就得叫人看到，这不是两根烟筒，这是两根金条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啊，王光，你把这两根烟筒改造成两颗导弹戳在那儿，或者是改造成两个长征一号火箭放在那儿，你哪怕弄成抽象的两根筷子呢，那也是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呢。你有价值，它就不能被炸。别说，你的主意啊真不错，我研究研究。
王工，我这回来呢，实不相瞒，我要有个事儿求求你。什么求不求的呀？你说吧。我想做一架钢琴。做钢琴？啊，是模型？啊，不不，不是模型，是做一架真的钢琴。你看，我这个是从厂里图书馆拿的一本书。钢琴制造，造钢琴，那得是多大的事业呀？你是，这钢厂和钢琴厂看着是就差一个字儿，那差老鼻子去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以为就你有孩子呢？啊？你记住了，这事儿你有多难，那些人他就得有多难。没啥指望也没好处的事儿，你叫谁谁能老跟你瞎折腾啊？看不明白。也就我吧，二了吧唧的，你干啥跟着你干啥。你二吗？就你看我不二呗。想不起来吧？你这个呢？好了。哎呀，可算来一个了。这下你得老有面了吧？没叫你来干啥？没叫他呀。你看，你这孩子学琴，你找我吧；偷琴，你还找我吧？你现在造钢琴这么有激情的事儿，我不来那能行吗？来的都不是要好处的啊，都不要钱的。啊，有可能还垫钱呢。而且都是最优秀的，你知道吗？啥最优秀的？我咋一个没看见呢？啥眼神啊你这？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当年呢，我是不愿意干，是吧？我当年要干的，现在啥不是我的？那行，那你就干力工啊，欢迎加入，柜员给拿杯。小瞧人是吧？我学徒那会儿，我是油工。是吧？正经八百油工，我是嫌那玩意儿对身体有伤害，我不愿意干，是吧？说喝吧。淑姐，你倒是干啥呀？你干啥我干啥呗，行不？你咋来了？啊，听说你在这儿，过来看看你啊。坐，哎，就给倒杯水去。来啊，挺好的。我还行。你小乐队整咋样了？还凑合，就那么回事。付钱咋样？嗯。毕哥，那边打起来了。来。去，干干去！俺愣着干啥呢？巨哥，这是咋回事？工厂给卖了，你不知道咋的？不知道啊，搞开发呀。那谁知道？当年咱炼的废钢废铁，不是都就地掩埋了吗？对啊。现在分块承包给个人了，我干的就是掘地三尺找废铁。把找着的废铁卖给收购站，要不就卖给小型钢厂。啊，好多人干这个都发家致富了，连周围卖盒饭的都跟着发。哎，那季哥，我也可以卖盒饭。净扯，那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？喝着。咋回事？在咱地盘出了块铁，一半在分界线那边，咱们就给调出来，他们就不干了。玩就打起来，谁先动的手啊？几步同时。就为这块废铁啊，值吗？一块废铁值多少钱呀？这要是把人给废了，你挖再多的废铁有啥用啊？有事没？迷糊，
这块费点归你们，医药费你们自己出，行不？行啊。那就别都愣着了，赶紧送医院缝针去吧。赶紧，赶紧了，帮个忙。哎，对了，你找我到底有啥事儿啊？啊，是这样，季哥，我媳妇呢要跟我离婚，要把孩子整走啊，我要给小圆做一架钢琴呢，我女儿可能就不走了。钢琴你找我干啥呀？我又不会做钢琴。是，季哥，这样啊，我呢想借助你这块宝地，浇筑一块钢板，你知道吧？那行。你需要啥你就说话呗，我这啥都有。行，这个。我没跟你开玩笑啊，我这做钢琴呢，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挖工画图纸，完全参考的是俄国的文献。季哥呢，无偿的提供场地和材料，对不对？淑贤，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的歌唱事业。你就说王发美那样的，他也要主动请缨，要求做饭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小圆能有一架钢琴，能一辈子不离开我。他们这么做让我很激动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以为没有你们这几块料，我就弄不成这事儿是吧？你看你还生气了。我当然生气了，那谁让我们是朋友呢？那什么呀？哦，你还很为难是吧？那就赶紧找二姐夫去，我去找汤头啊。我找不了二姐夫啊，打上次那事儿之后，他连公园都不敢去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，那上一辈子班了，连迟到都没有，你把弄局子里去了。你去啥公园啊？我们这回去的是工厂。那二姐夫是一个有修养的人，对不对？你跟他说话要有品位。啥叫有品位的话？不知道。忽悠他啊？那我知道，那我尽量。行啊，你的车被征用了啊。哥，你老惦记我车干啥玩意儿啊？你有产业啊。那你不是也有车的吗？我的车也得用。大家在一起干个事儿多好啊，没你可惜了。从澡堂里出来，我就没打算再回去。快手回来了，在崇德街配钥匙呢。他哪行啊？那不扯呢吗？他能把财务科保险柜钥匙配出来，说俩钢筋钉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吗？别说，这时间过得真快啊！我记得他走的时候，厂子还没黄呢。这小子吧，哪都好，就是脾气太暴，手太黑，你知道吧？那干起仗来，五六个啤酒瓶子往人脑袋上削，就这还没完呢，还满地找啤酒瓶子呢，你说是不是？打的就是我。你说这回来咋不打声招呼呢？都忙吗？这地儿不错啊，挺好的。自给自足呗。
哎，你说这玩意儿，真是一把钥匙能开一把锁啊？别绕了，说事儿吧。我还真有个事儿，想让你帮个忙。犯法不？不犯法，那犯法的事谁能干？啊？我是靠手艺吃饭的，钱咋赚呢？哦，按劳取酬啊。那你这一天能配多少把钥匙啊？30把？也就那样吧。这一把算1块钱，30把就30块钱，是吧？打八折，3×8=24。咱俩还是一个工厂的，四舍五入一下，20块钱，你看咋样？25，能行我就过去。25，25就25啊，那咋就不行，对吧？不过有个条件，你得答应我。说这事儿，你谁都不能跟谁说，保密。二姐吧，拿呀，拿呀，这是你的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先叫王工说两句。好，我说说啊，钢琴呢，起源于法兰西，路易14时代，是能发出优美的声音的乐器，是乐器之王。钢琴呢，有8000多个零件，由几部分组成。琴弦、钢板、琴箱、共鸣板，还有琴键联动装置。我的妈！那大方的、小方的，还有胶合板，那可需要老的木头了。你先听着，完事儿我给你找去。我跟人输钱咋没图纸啊？就是呢。你俩做饭的要啥图纸？起啥哄啊？老板，这饭盒在哪溜啊？你溜啥饭盒啊？咱自个儿开火不知道啊？你媳妇给你整啥好吃的了？烧茄子。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没完了是吧？淑妍，你把那烧茄子。
季哥。哎，几天不见，咋换这造型了呢？打麻将偷牌，让人把手干折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现在加入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都残疾了，你还干啥活啊？你这舞也跳不了了，麻将也打不了了，你说你伤成这样能干啥？我胳膊废了，我人没废啊，我能当场外指导啊？你指导谁呀？你不是来疗养了吗？你，大伙都来了，那我也不能看着，对不对？对，来坐下吧，快，欢迎加入啊！来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！快让他坐下。行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人聚齐了好，人多力量大嘛。桂林啊，其他的就没什么可讲的了，咱们就冲兔子说话吧。啊，行，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咱们就问汪工啊。哎，咱把这给放了，整点动静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季哥，季哥，你别撬啊，撬开锁子不废了吗？快手，你来吧。快手以前打开过台湾和保险柜的锁子，这不能玩一样吗？这事儿别提了，撬不下锁是门手艺，不是谁都行。给我们见识见识啊，让我们给你看看。咱们再说一遍，告诉你别提了，没听见啊？啊？干啥呢？准则给我听好了，干活就有点干活样。要想玩道，趁早给我滚蛋回家。用不上，都废材，没有用。啊？你早不早说呢？我看刚才你俩情绪挺高涨的，我也没好意思。就是不爱干，其实我是正经过日子的人，看得出来，是吗？开饭。既然这个木结构的钢琴工艺和材料咱们达不到，
改成钢结构的也不是不可以啊。结实，容易上锈。嗯，那些木头不能浪费，可以烧火做饭。对呀、啊，咱们必定啊，钢铁比这个木头咱们更熟悉、啊。这样啊，咱们决定这个改成钢骨架了，咱们举手表态，好不好？你整这形式干啥呀？你就做啥样就做啥样的呗。我们不管你是钢的还是粗的，自己说得过去就行。那你技术得过关啊。你问汪工啊。汪工，嗯，你觉得咋样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没有敢想敢干敢拼的精神，那不是我们工人干的事儿。没错。那钢琴是什么东西啊？那就是一个会发声的机器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困难要上，没困难，我们创造困难还要上。我就不信了，要不是把这钢琴咱们能给整出来啊，我就挑烟斗。有人跟我挑吗？啥时候呢？小菊。已经到法院起诉告了。你咋想？我想想有什么用？我知道，现在事情整成这个样子，大家心里边都挺难受。还只要难受啊？是吧？我得抓紧时间了，必须要在开庭前把这个琴给整回来，要不就来不及了。你这钱就是整出来了，啊？你就敢保证小袁不跟着他妈走了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觉得小袁跟他妈能幸福，比跟人强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小袁留在我身边，以后咱俩搭伙过日子，给你添累赘是吧？哎，你是这么想我的呀？我当然这么想。你们都一样，太现实。我现实啊？对，我多现实啊。你去偷琴，我给你把风啊！你去买琴，我给你垫钱。你整一帮人来给你做钢琴，我好好的歌我不去唱的，在破厂子里头陪你瞎耽误功夫，还得给你们整饭吃，我太现实了我。陈桂林，我把话给你放这儿啊，今天这钢琴你就是做成了，小袁你也留不住。鸡哥，你那边门看能行吗？遥控呗，要不咋整？这些都不要了？嗯，杂木、松木还有云杉都留下，剩下没用的全烧了。可惜了，喝水吧。这弦轴啊，按照规格做176个。嗯。啊，方头啊，这50个归你了，剩下的给快手。哎，咋的呀？啥意思啊？平常就分这么几个，
别看一个手干活，不照他唱啥？来，倒上，倒上，倒上。哎，对，你把这个举个好啊，两个人标上了啊。你活多，你快干吧。顺眼，你早这事儿啊？定案圈里我有的是人。这一改方案，还把你给搂出来了，干你呢？你这得加快速度啊，要不影响生产啊。催啥呀？车条我都拆完了啊，这包铜线这是我额外工作。穿这样能干活吗？不能啊。那不能你来干啥呀？车间主任啊，管的也太宽了吧，扣我奖金得了。咋了，淑贤闹矛盾了？没有啊。哎呀，你今儿这着装让我对你有个新的认识，你穿太漂亮了。你看这点活你就甭管了，你就在这坐着就行，我都包圆了。还做饭呢，我饿。哎，炖肉。严格按照书上来的啊。这是连着琴键的啊，这琴锤要不动，后边就敲不着琴弦，敲不到琴弦，它就不出动静，应该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对对对。那小子叫什么名？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叫安生业是不是？我马上过去。对你来说根本就不费劲儿啊，你就当配一个锁，我给你钱不就完了吗？不是钱的事儿，撬门压锁的事儿我早不干了。你就当帮我个忙呗，帮贵了个忙行不行？去哪儿啊？你松手！咋的了？咋的了？别拦我！哎哎，你干什么呀，胖头？你这是去哪儿啊？别拦我！我怎么不拦你？今儿不说清楚了，哪儿别去啊！我女儿让人欺负了，怀孕了，都他妈好几个月了，到现在那小子也不承认，他办完事跑了，你叫我这当爸咋办？就他妈你亲生孩子，我能在一边看着吗？我跟你去。
谁叫俺抢的烟？我问谁叫俺抢烟？我。我叫安长义。你们都给我滚蛋！滚蛋！什么事啊？这么多车呢？不知道啊，这不开酒店大会啊？通知你呗。通知我干啥？你进看看。咋回事？在有的人的眼里啊，他是成长的记忆，在有的人的眼里，他是回家的坐标；在有的人的眼里啊，他就是两根烟筒。可是，在我的眼里，他就像是一个被我遗忘了许久的老朋友。当有一天听说他要走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他一直就在我的身边。我不知道是该竭力的挽留，还是该默默地看着他离去。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忧伤，似乎觉得有话要说，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时光荏苒，社会变革，如今为了时代发展的进程要求他离开，我们总要试着做点什么。如果我们成功，它将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；失败，它将会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。
拿。啊。保密啊。我再给你讲一个，你看，你别乐了，你听不听了？我听。你说吧，有家人啊，喜得贵子啊，这孩子呢，生下来就会说话，这孩子就叫老爷，他老爷一听见，啊的一声，就死了。为啥呢？你听，然后这孩子又叫，说姥姥。他姥一听，啊的一声，也死了。这孩子又叫，爸爸，他爸，他爸啊一声死了。哪能啊？隔壁老王，啊的一声就死了。啥玩意儿？你这讲的？明天说吧。屋里有人啊，我还非今天说不可。你想怎么的呀？你以为你是谁呢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隔壁老王吗？
怎么事？干啥呀？来，干啥呀？干嘛？你给我站住！你干啥？干嘛？干嘛？快点！干嘛？男的，就这么没一个好东西。七哥，有事儿吗？有人给你点了，说你嚣张，你得跟我回一趟啊。我这还有点活没干完，干完就跟你们走。上星没问题，我的活完了。钢筋不做了，杀了。小圆，还是跟你走吧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也说不好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晃的小圆都长这么大了。就跟昨天的事儿似的。想一想，这刚生下来的时候，
才六斤多。六斤四两八。六斤四两六。不对，六斤四两八。你记错了。我怎么能记错呢？我生的我能记错啊？六斤四两六嘛，我腰的我还不知道吗？来来来，都点上啊！哎，来，嗯，康文，你打我那两下，现在还疼呢。我早好了。来，二姐夫，啊，来，都点上啊！来来来，都点上啊！玲儿，来，哎，后边的来接着，哎，啊，都点上。最近咋样啊？还那样吗？啊？我现在可以娶你了。
行吗？再紧一点，紧一点。情人给我姑娘抄了一下，是个女孩。哪儿好啊？女孩多招疼你。他那不负责任爹呢？你问啥玩意儿？跑了吗？是不是跑了？闯世界去了。又一个亡命天涯的。我这那个都是那么假，就是他妈孩子真的。你这老爷是真的？这倒是个问题。那还一个女的。孩子没结婚，怎么上户口啊？黑户呗。来，给我留完了。来了。嗯。爸爸，你给我做的这架钢琴能出手吗？能啊。淑贤，
钱吗？越简单越好。